车在囧途，养车有道。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爱车养护助手小曾。每到年检的时候，很多的车主都会有些小紧张，担心自己的爱车年检出问题，特别是汽车的尾气部分，由于自己无法准确测量，所以心里会觉得很没底。其实熟车的车友们都知道，汽车尾气的排放主要和我们汽车的燃油品质、发动机动力以及三元催化器的性能有关。一般汽车年检不合格，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元催化器久未清洗，里面积碳和杂质污染严重，影响三元催化器里面催化剂的正常催化功能，导致一氧化碳、氮氢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过量。根据市场调查，三元催化器的最佳清洗周期是每5000公里清洗一次，去 4S 店清洗一次三元催化器的价格大概是800元左右，如果是我们自己操作的话，价格可能不会超过200，而且还能自己对所使用的产品质量严格把关。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上的这款好顺三元催化清洗剂。本款产品由好顺信业中心根据国内燃油品质和大众养车习惯特制而成，能够有效清除三元催化剂内部的积碳和油泥等杂质，恢复三元催化剂的性能，减少尾气排放，同时还能节省燃油，提升汽车动力。本款产品主要分为1000毫升和500毫升两种，500毫升的适合于1.6升排量以下的汽车，1000毫升的适合于1.6升排量以上的汽车。久未清洗三元催化器的也建议使用1000毫升的好顺三元催化清洗剂。接下来我们根据好顺专业施工师傅的节奏来过过眼瘾，看看整个好顺三元催化清洗剂的施工流程吧。环保生活，安全驾驶，希望这款好顺三元催化清洗剂能带给你不一样的行车体验。